好，今日徐雍盛啊，嘉宾有 Ivan 啊，周家华先生啊，你好 Ivan， 你好，大家好。喂，偷你两分钟时间嚟先、啊，因为头先咧入咗书展，咁啊见到庄主，咁庄主都好好，有阵时即系我哋啲嘉宾都会有阵时头晕身庆啊，即系有啲同老板开会啊，咁啊庄主又会顶下呢个节目，咁啊有本新书啊，最佳位置啊，就系佢写嘅，好鬼厚啊，喂，佢卖到百几蚊本、啊。我顶佢咯，值嘅，顶佢，我真金白银买啊！我自己出嗰啲书啊，都系七廿零蚊、八十蚊本啊，可得可能买到百几蚊，梗系有料到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大家支持，咁喺书展嗰度揾翻华富证券啊，即系华富嗰个财经，华富财经嗰个摊位，咁、咧你入到去咧。就見唔到莊主啊，但係你會見到司神嘅，係啦，即係我女神司神，係啦，財經女神。咁啊，頭先都傾過幾句偈啊，咁啊，阮志熙嗰啲都喺度。咁啊，大家入去可以支持一下莊主最佳位置 ，OK， 最佳位置嚇 ，OK。咁啊，我自己 IG OOOODJ 都拍咗條片啊，幫下佢手宣傳啦。今次咁啊，文字有教啦，即係寫書就要好刻苦嘅。咁樣咯，咁 anyway， 咁講完啦，咁啊，Ivan 交俾你講、我估咧喺廟頭，即係阿 Ivan 廟頭個群組嗰度咧，其實近排都靜啲，點解咧？喂，再低啲啦、啊，大市成交300啊，好唔好啊？賭場馬仔都冇咗啊！嗱，不過依家投鼠係咪？但係依家600多億成交，琴日又係咁，今日係咁，發生乜嘢事咧？成個港股嘅表現，琴日咧隔晚美股Dow Jones就升700多點，納指咧升300多點，港股咧都算幾叻噶啦，咁我哋。當跟納指行今日升300多點，咁算唔算有反彈信號咧？咁啊，散户買貨又係咪時機咧？一次過交俾 Ivan 幫我哋分析一下。先對應就係話散户買貨啦，其實散户嘅情緒係非常之悲觀。係。包括就係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大家如果睇啲大行嘅報告咧，都會見得到係非常悲觀。咁係咪倒轉頭要買貨咧？其實我哋都係講嗰句，長線買貨你係可以嘅，即係介乎20,500至21,000點或者。RSI 如果我哋講緊月度圖，大概講緊30多嘅位置。你過往30多嘅 RSI 嘅位置，你係可以用翻個月度圖嚟講，然之後我買嚟儲幾耐啊？一年至年半咁 OK 嘅。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咩咧？我哋都講就係話，與其而家都係咁正嘅成交，喂，咁你係咪有一啲嘢你係可以儲咧？包括我哋講緊個科技股啦，特別就係例如講緊只9988。咁啊，9988咧好多時我哋都睇嘅。佢呢個月咧個調整大概講緊兩成左緊多啲的話，喂，我唔多啦，100元邊咧，上翻大概真係7-8%，即係上翻107-108咧。你買得阿里巴巴，你冇可能就係話，喂，我用一啲叫做正股嚟操作噶嘛，係咪？即係如果你話用正股操作，我買一手兩手 OK， 但係如果你話用衍生工具的話咧，其實可能你 leverage 咗大概4-5倍的話，其實你都係大概30% 嘅回報。嗱，你呢個你係可以諗嘅。你話仲有冇得上？有的，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在說一些阿里巴巴的 dark side 的話，其實大家是很快會消化的，即你不會記得他上一次被人罰了多少錢，你不會記得 他被人 total 是罰過多少次錢，但你只會記得就是中共或者是國家我們都要對阿里巴巴是有些規管的，但這個規管是開始放鬆，經常我們說放鬆就是已經是螞蟻金服史明寧入了去做一個 board director或者坐波的話，其實就已經是知道是。喂，我們都覺得阿里巴巴攞開綠燈㗎啦，你查士比林入咗去。冇錯。咁第二方面就係話，我哋講緊科技股咧，其實對應翻就係個息口敏感啫嘛。咁你話而家講緊，喂，我唔加一厘，咁大家都知嘅，可能加0.75厘咁樣。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如果真係落實加0.75厘，其實上揚嗰個幅度都會有咯，同埋即係都係抄大行一啲口水尾咯。即係而家好多時話，而家都睇翻呢一啲叫做中概嘅科技股嘅。好多時就係如果你咁睇的話，9988啊，9618啊，或者我哋自己講緊一樣嘢就係700啊，呢啲可唔可以睇好翻咧？其實係可以睇好翻。嗱，700我哋講緊個操作都係30元嘅操作。係啊，30元嘅操作就係上次即係我哋都講啦，330嘅位置你可以試少少啦。然後一打穿300元你咪走咯咁樣。咁如果你話而家咁睇330 top up 翻30元上去，即係講緊就係話360咯，即係390咯咁樣，390之後420咯咁樣，其實係好易睇，或者你自己喺個區間嗰度入邊操作咯。但係另一方面就係話，如果你話講緊科技股之餘，可唔可以睇翻啲內銀啊？咁內銀唔係呢個水位睇，內銀係反而你。
即係我哋自己咁講就係話，你22,000點嗰陣時候，你自己先睇翻係咪買翻啲內銀。始終一樣嘢，內銀如果你話上調嘅幅度或者係上升嘅幅度，一定係會細過於科技股嘅。係啊，咁嚟講。同埋就算你話金融類股份咧，今日即係我老豆醒目啊，買只匯控，今日又肥肥啊，開心仔啊，做下做下，即係40幾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老股民嘅智慧。有陣時你喺度笑佢買匯控，喂一喐一兩蚊，喂一喐一兩蚊夠食就得㗎啦，係咪先？最緊要嗱，觀眾朋友阿 Wilson 話：我件衫好靚，件衫唔靚啊，反而咧要支持下嗱，你又係宣傳義咁啊。頭先話大家買一個莊主嘅新書啊，就係呢個最佳位置之外啦。有誰露營啊嚇？有誰露營啊？呢個野佬嘅新歌。野佬的新歌 featuring 麗英，小船的麗英啊，勁啊，係咪先？有個恩師何秀平叉姐去寫詞，好啊，大家支持呢個野佬有誰露營。同埋 Wilson 係都有個演唱會嘛，我冇。喂，係啊，但係點解佢唔著白色衫？佢啲拍檔全部著白色衫，佢要標奇立異，標奇立異著另一種顏色嘅衫，同埋同阿麗英個頭咁貼做咩？犯規，犯規咯、啊！但係小船其實我都中意阿冰多啲，中意阿冰嗰啲 GF 一部係嘛？Colin 都覺得係係嘛？其實我而家睇下彤彤都幾靚，我覺得彤彤啊，即係小樹嘅真性情，係咩？係咩？阿冰好啲係嘛？阿冰明嘅明嘅明嘅，咁靜，梗係講下咩啦？講下睇下嘢噶啦。好咁啊！觀眾朋友話問下 iPhone 先，波有冇買有冇？車股又推極都唔喐，人生有咩意義？人生有咩睇國足咯？係睇國係啊！我人生最中意就係睇國足。港台電視32咁樣睇啦，6點鐘另一個宣傳，中國對南韓係啦。嗱，你夠膽咧買中國？我就唔夠膽，我買南韓，南韓1.02倍，即係你買100蚊得2蚊。系两蚊都好啊，两蚊唔系钱啊，咁啊系，两蚊唔系钱啊，你车一鸡嘢都有2-3百，系啊，娱乐下大家啦，好少讲笑啦，系啊，好少讲笑，咩啊，系咪啊，做咩？宣傳啊！頭先巴斯股神啊，最開頭嗰陣時候咧，宣傳啊，係啊，宣傳即係另外一個網上嘅 seminar 咁樣，佢哋都係播緊。係啊，啊宣傳咩啊？仲有 Trade K 嗰個 seminar 嘛，係嘛？係啦，大家一拼支持 Trade K 同埋靜靜攞只蟹出嚟，靜靜攞只啊，靜靜喺度啊，靜係啦，大家一齊支持。支持我是 fans， 正所谓系嘛？好咁啊，宣传嘅唔好讲咁多，我好多股票问题，咁静都咁多股票问题，逐一答一答先。好，1211冇货，咩位可以买上网 ？Mandy 问你，咁啊1211比亚迪，咁按翻落288，我成日都觉得1211鬼个位喺边咧，就系佢而家转咗中央结算系统啦。咁股神依家有冇收到封係沽咧？啊，又未收到大手沽貨。咁但係佢就棘住咗只1211高位配股嗰下啦。咁依家應該買上定買落咧 ？iPhone 買上咯，所以買上多就係你股神有陣時候咧，你應該咁諗就係以股神嗰個以前沽中石油咧嗰個 case 的話咧，佢有冇機會等成10日？佢用翻寄信嗰個模式咧，然之後話喂我減持咗啦咁樣嗱有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是。我哋有陣時要睇你，如果擺入 SICKS 兩類型嘅操作嘅啫，你唔係沽貨，唔通話壓貨咩？我唔信股神會壓貨嘅。但係如果你話股神會沽貨，你要諗下沽貨係邊個接咯？如果你話喺場裏邊沽的話咧，其實咧我相信睇向下嘅機會係非常之大。但係如果唔係話係左右手咁樣交法的話咧，咁我覺得佢有陣時候要諗一樣嘢就係話，喂，可能其他嘅 opportunity 好啲。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話買可唔可以買，都是那句285。我哋成日都講你比亞迪睇兩個位啫嘛嚇，唔重複啦。大家睇翻之前啲 repeat 啦。咁但係睇兩個位，你第一個位285。如果你285之後on top上翻去睇335。上次我哋講333就已經係即係回頭翻啦，係咪？咁我又覺得如果你話285，你自己做少少衍生工具咯。嗰個打靶位喺邊度咧？喺翻270蚊做打靶咯。咁大家有股票問題繼續問下啦。咁啊頭先講咗好耐笑啦，回歸言歸正傳，講只171咁啊。演煤能源咁啊，演礦能源咁啊，今日創高啊嚇，創越高25.3咁樣，咁哇好靚喎，一路出啲陽燭，嘣嘣嘣咁，有機會上到27蚊喎，咁啊 ，Ivan 嗱，近排煤炭股你點睇先嚇？嗱，煤炭股我相信有機會炒落後，炒落後嘅意思就係話，你如果將1171、1088或者1898呢三隻大嘢你撇除的話咧。
其實你有時你睇翻一啲二線少少，嗱唔係睇只蒙能啊，嗱你買蒙能真係蒙能啊嚇，咁我你唔係睇只二七六啊，你反而睇只九七五嚇，或者係一七三三嚇，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蒙古能源其實都做 call， 佢哋又有錢賺，有冇發型起呢個仲，但係真係唔踢唔喐佢，踢唔喐佢，踢唔喐佢個莊係冇錢又冇錢，即係如果你自己諗一樣嘢就係一七三三啱啱就除咗證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股票的話，你收集一輪先，然之後咧，如果你追翻落後的話咧，我覺得 O K 嘅。但係當然啦，你話炒股要炒當頭起嘅，我唔反對。但係你想玩少少嘅，我覺得一七三三你係可以啦。之餘的話，你自己喺大概一蚊八半，你自己上車啦。咁啊，指示位大概放翻一蚊七啦。咁但係喂，唔係喎，我想係真係三隻主要嘅煤股，我想玩一隻嘅啫，玩只一八九八。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如果你話焦煤嗰個價格的話咧，我相信第三季到第四季度的話咧，其實係睇升嘅機會大啲嘅。但係一一七一的話，你冇計，我哋成日都講動力煤，動力煤一定係 secure 嗰個供量。咁啊，供量的話，如果咁講的話，喂，佢哋以量嘅取勝咯。嗱，睇煤股都係嗰句，你自己去翻大商所啦，啊，國內嘅大商所睇翻個相關嘅價格啦，然之後再做呢個操作咯。嗯，咁啊，頭先講一七三三咧，睇翻都幾靚圖表啊，嗱，一路沿住條五十天線上嘅咁樣，咁即係如果呢個指示位穿過五十天線，咪走先咯。如果唔係，你有持貨繼續揸下先，因為高有個觀眾朋友話只一七三三一個九六二有貨咁樣。咁啊，上望幾多咁？估計可以揸耐啲，係咪啊 ，Ivan？ 可以啊，兩蚊三啊，因為其實一樣嘢一七三三咧，我自己聽過佢個管理層一個 presentation 嘅，其實佢個管理層咧喺下半年的話咧都係相對於睇好嘅。但係當然一樣嘢一七三三咧，如果你對應翻咧，你作為一個投資人。咁我覺得睇翻個息率亦都係唔錯啦，睇翻佢過往派息記錄，以及另外一方面就係如果你係一七三三的話咧，我哋睇翻對應翻即係個 trading 的話咧，其實佢相對應都係唔錯。嗱，當然一樣嘢你自己買股的話咧，自己一個九毫二上望幾多？頭先講咗一樣嘢就係兩蚊三，你自己可以擺低少少嘅。你覺得係持貨多的話，兩蚊一半你自己可以食得住先嘅，然之後再放翻另外一注嗰個 sell 個位啊，講緊係兩蚊三。嗯，咁啊，觀眾朋友 ，Ice 咧就問只1919同埋883可唔可以入？咁啊，講咗883先咯。咁啊，883上翻10蚊雞啦，會唔會睇好少少咧？嗱，我覺得係有啲保留，有啲保留嘅意思就係話，你相對應而家講緊嗱，唔係講緊油，但係講緊俄烏嘅戰事，相對應就係話你烏克蘭嗰邊嘅糧食供應的話咧，其實係有啲轉機嘅。咁糧食供應有啲轉機，你話你相對應會唔會油有轉機咧？天然氣有轉機咧？其實都會。我哋聽翻啲 news 係話，喂斷氣啊嘛，唔俾氣喺歐盟嗰邊啦。而家唔係，而家啊會繼續恢復翻嘅。其實我都覺得就係如果呢件事講得咁叫做 tightening， 即係講得咁緊張的話咧，我相信就係話你個883嘅股價應該係上翻大概11.5蚊呢啲位置。咁但係我覺得就有少少保留咯。但係如果對應翻係1919的話咧，我覺得1919你又可以睇喎。1919呢只股票的話，嗱而家係行緊即係 U 翻上去。係啊，原底抽升啊。原底抽升嘅，咁我覺得就你相對應就係。但呢個裂口咬矛咧？這個裂口我覺得有機會補，即個成交不是太縮，我覺得成交不會機會太縮的話，我覺得最近個股價咧亦都係反映翻個市。咁我覺得有機會衝翻上去。哦，如果你話真係兩揀一的話，1919咯。咁啊，撳埋只2343出嚟睇啊。咁啊，佢都原底 U 緊上去，但係如果 compare with 只1919，係咪都叫1919比較直薄啲咧？你會覺得直薄啲，因為兩類型啦，都係嗰句。如果你買唔係買話買大隻咁，定係買細隻嘅問題，而係1919本身嘅路線係比較廣闊啲嘅，即係佢叫價嘅能力係比較大啲嘅。當然，如果你話阿歐可能再問嗰個問題啊，喂，1919同316比較邊嘢好啲？316我都冇錢買啦，咁啊冇話咁就316啦，316冇錢買啊！依家嘅呢棍都補到咧，佢上天堂啦又，係啊，又上另外一個天堂啊！咁勁嘅東方海外，依家紅色資本噶咯，即係阿董生冇喎，大陸噶咯，即係大陸玩曬噶依家係嘛？係咁啊！一帆風順咯，海賊王咯，呢海賊王嗰個咩啊？偉大航道啊，進入偉大航道。海賊王咧畫完未啊？真係，唉，畫咁耐都未畫完。好，要有一日你有冇睇開個賊王？我冇睇啊，我冇。係咩？阿Colin，你有睇開個賊王噶嘛？係嘛？你放棄咗啦，係嘛？
我估我死都未畫完，唉。好识啊！我都有睇，亨塔都系画唔完，但系预咗佢唔完。系，咦？但系新世纪福音战士似画得完，虽然依家唔知讲到乜嘢。对上一次我都有入去戏院捧场，嚟紧暑假又有啊嘛，系嘛？即系有动画版咁。有啊有啊有 OVA 版啊咁样，唉，真系几闷啊！闷到要讲彩贼王嗰动画。你点解咧？点解我话闷？咩啊？白书咯，因为白书你冇睇过白书。有有有白书。Netflix 有真人版。是咩？真的噶？系啊，得唔得噶？我惊好胶喎，大佬。日本人定系外国人做噶？佢系日本人，但系都系好唔得咯。好胶喎，大佬，好似 JoJo 冒险咁样喎。JoJo 神作嚟噶嘛？即系我好中意 JoJo 嘅，其实即系呢个冒险诶啊，即系白金之星。哇！真系派胶，最差嘅改编啊，即系动漫改编 JoJo， 我讲嘅系啊，差无可差。系啊，好啊，咁啊。海賊王進入最後篇啊嘛 ，Ice 同我講好啊，你點解我話要講下呢啲唔關痛癢嘅事咧？兩點鐘開節目，多咗20亿成交，咁多多奀到咧，真係難搞啊！咁我哋都有500几个觀眾睇緊嘅，都算係咁啦。咁呢啲捧場客啦，因為有啲就又問下你國足究竟你買乜嘢嘛？係咪先？國足啊？喂，其實我覺得唔應該再開盤。即系影响大家爱国情绪，同埋你呢啲真系你开其他国家嘛？你中国足球系俾你爱嚟赌博嘅咩？唔系啊嘛，最真嘅咧，最真，我真系最真。系嗱，你谂下嗱，首先两点系你2:30女子亚锦赛，中国对中华台北，咁台妹定系内地女生啊？我哋都系中国人嚟嘅，我哋都系中国人嚟嘅。唔應該攞嚟賭嘅，唉，唔應該唔嘅。我同阿民政事務局局長而家變轉變咗邊個？好似空缺咗啊，係嘛？而家因為上次嗰拉咗落馬嘛，上次要睇咗，即係你問到我就係啊，係咪嗰個女仔咧？人啊，嚇，係咪嗰個？係好似係啊，係啊，係啊，嗰個女仔。邊個個老婆做嘅嘛？係嘛？啊！睇下先，呢啲唔錯啦，呢啲繼續講下先，係啦。咁啊，觀眾記得又同我哋講翻啦。好咁啊，撲多隻股票講下啦。咁啊，觀眾朋友話即係700同埋1212繼續 put 咁樣。我估700可能再上到，可能真係黏咗條紫色線349蚊，或者去到357，我先會開 put 落去。佢依家儲緊個動力爆上去嘅。嗱，我唔否定。騰訊會落翻去嘅，真係騰訊會落翻去嘅。但係我覺得你今日都睇呢個 news 出嚟啦，呢啲好識寫文章啊，即係話科技股集體回勇。咩叫集體回勇呢？即係嗱，你700又升，9988又升，咁啊，9618又升，咁啊，1810小米又升，係咪先？咁即係意思係因為你立指嗰度其實都真係升300几点咧，都算係咁，同埋。有啲嘢咧，一升翻咧，好似捉咗個底啊！譬如比特幣都升翻咧，有少微目。嗱，美國個市其實主宰住香港近排真係嘅。你會睇到加息7.5又好，一厘又好咁樣，其實大家放翻消化咗啦。但係咧有一個 critical moment 就係嗰個對華政策嗰個關稅問題，其實暫時咧都冇去解決，同埋冇一個新嘅 update。咁呢個絕對會 trigger 到後市嘅表現嘅。咁你要睇咯。咁會唔會話撤銷對華關稅咧？哦，撤銷咁嘅歌舞升平啊，好快21000、22000、23000噶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喎，繼續玩下先喎，中美關係咁咧 ，sorry 啦，呢3400点咧就下次先再升過啦，可能有啊。咁啊，即係 Ivan 關於環球股市，你會點睇啊？嗱，環球股市我相信咧，如果喺美股嚟講咧，喺第三季度會有個後抽。但係當然一樣嘢就係我哋講緊23年會唔會有一啲叫做美股，我哋講緊一啲比較。叫做垃圾股少少，佢哋所謂發行嘅垃圾債，然之後會有 default 嗰個風險咧，有嘅，即係話23年開始咧，我相信就係有一啲嘅小型股喺美股的話咧，其實係會爆出嚟，即係會爆落嘅。咁因為係還唔到錢，所以佢哋之前咧嗰個息口嘅 spread 咧，亦都係非常之闊嘅，亦都係即係會去到 default risk 嗰樣嘢。咁啊，所以就你美股操作的話，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相對於要避少少咯，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話你冇計啊！我哋講緊美國加息0.75咁樣啊，呢個已經係接近一個定局。就算你英倫銀行
在八月，我哋講緊啊加半厘又好，加啊加嗱當 level 啦，加零點七五啦，呢個可能性會細少少啦。你匯控都係升唔上去嘅，點解？因為啲錢去曬美國啊嘛，或者流入美元啊嘛。咁如果你流入美元，你話喂以前唔係喎，我哋講緊英倫銀行加你四分一厘啦，加你半厘啦，你只五號仔同埋沙打會唔會升到飛天咧？唔好話升到飛天。5-10% 會俾你見到，是啊、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是、你冇計啊！你就算渣打的話，你一拉翻條平均線，都係同二月啊或者你講緊三月啊嗰啲低位咧，亦都係差唔多嘅水平咁樣。係啊，現價位係。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比較叫做尷尬少少，就係話你唔好睇八月英倫銀行加唔加息，你只會睇一樣嘢美元指數。我哋講緊美元指數，哇！而家唔係喎，之前升穿103-104，已經係一個叫即係大家好 alert 嘅喎。而家唔係107-108，你見回翻咧，都叫做歡天喜地啊咁樣。咁啊，所以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環球股市都話，你都係睇嗰句息口啫嘛。嗱，相對應就係我哋唔好話講啲即係 post 嘅嘢，話啲咩 CPI 數據好勁，你應該要睇翻就係未來嗰個加息嘅嗰、那個大家加到幾辣咯。咁我覺得就大家有陣時候你要諗一樣嘢，喂，我加息，咁我咪唱啲錢啊，唱翻啲英鎊，你更加唔應該。所以就我哋股市又好或者匯市又好咧，你要睇一樣嘢就係話個加息。點都係去翻美金嘅，因為美金佢加到辣啊嘛，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咯，即係美元指數有冇機會可能升穿翻109-110？如果有的話咧，個市就會轉翻落嘅，即係再會試翻一次。我相信港股可能試翻203-204呢啲水平。咁啊睇到頭先 Ivan 都講啦，話即係匯控同埋渣打，哇！啲渣打咁樣都冇人 trade 嘅，大佬你哇奀到咁喎，大佬。佢係喺美英國市場會多啲咯，呢啲又好。呢啲真係哇咁樣啊，大佬，靠咁樣掛咗都走唔到啊！你真係以為買啲軟牛啊走唔到咁樣？Anyway， 觀眾朋友問只1316咁啊，問只內世特咁樣，內世特就5.66有貨，要唔要走咁樣？走啦，始終一樣嘢盤數唔靚仔啊，即係你做一啲車嘅零部件，有陣時候或者我哋講緊一啲工業股的話，交唔到數，基金要剁就剁噶啦，唔會同你留情面嘅，走咗你先啦。咁啊，真係啊，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呢一隻啦，838啦，咁啊都係啲 Tesla 受惠股啦，今日創越高嘅，咁啊1.8，咁啊依家冇升咁多，1.66啦報緊，咁似唔似兩三頂突破，有冇啲咁嘅想法？回一回先啦，回到大概1.55啦，咁我相信個上升勢頭係有嘅，同埋你講真一樣嘢就係嗰兩棍唔係流噶嘛，但係我相信就係、是。幾勁啊！哇，強勁啊！支持強勁嘅臂彎。咁我覺得1.55回一回先，然之後有冇機會上翻大概-7啊啲水平都有嘅。-7之後你用講緊0.1咁睇啦，-7之後-8咯。啲股票係我哋講緊就係、是、嗰、那個波幅係相對應就係話而家會細少少嘅。咁但係你話上車有冇咁嘅可能有？咁但係回翻少少先咧，再諗。哇，其實今日個市你睇翻即係50大成交金額榜咧，其實呢一類股份你話啊，真係升得靚啲。譬如頭先 Ivan 都有講啦，即係阿里升得好啲啦。咁啊，另外就係美團啦，琴日踢喐咗啦，咁啊今日再喐多啲，咁啊升多接近6-7咁樣啦。美團係咪應該個阻力位好明顯喺200-几咧？咁如果你話即係買上去嘅朋友係咪都可以望住個目標價就係208-7個目標價衝上去咧？可以可以，即係如果你話衝高翻207-208，下一站我哋睇215啊呢啲水位。但係如果你講緊美團的話，其實我相信就話啲錢咧就未必係拍咗入去嘅。你拍咗入去邊啲咧？你拍咗入9-100個機會大啲，即係唔係話見得到佢成交縮啊？而係一樣嘢就係你對於美團咧，即係大家 market 仲驚，喂阿里巴巴罰完啦。有冇機會？再玩下美團咧咁樣，其實我相信都有機會嘅。咁啊，所以就你如果二揀一，
咁你咪揀只京東咯咁樣。但係唔係啊？我真係要揀只美團嘅，回翻少少先啦嚇。咁、我覺得回大概2-3% 你先至再買啦。但係佢係可以即係2007、2008係可以見得到，然之後再上一上2015呢個水平。嗯 ，Ivan 啊，休息之前咧，同你講咗兩隻科網股，一隻咧係1024快手啊。咁暫時咧，你見到佢做到個窄幅嘅 trading range 啦，講緊就係個底部 around 80蚊啦，咁啊上邊90蚊，有10蚊咁樣喺度玩下玩下咁樣，大概市傳有機會今次染藍啦，咁究竟染藍幫幫手咧？咁講緊市傳係其實得中金一個篤佢出嚟嘅啫，咁啊有冇機會咧？咁樣呢個第一啦，第二80蚊嘅快手，你覺得抵唔抵買啊？又炒永住咯，即系阿欧爷俾我呢只，即系研究呢只比我叻好多。但系咧，有阵时候咧，你快手都系嗰句，你 J 系 J 啲乜嘢 ，FF 系啲乜嘢，都系 FF 佢。喂，你入蓝筹啫嘛，你有冇机会入？我相信有嘅，即系个机会大唔大于一半，大于一半嘅。你冇计啊！你讲紧系字字跳动，而家一路都传紧。喂，我去美国定系香港上啊？但系你如果喺香港嘅恒生指数嘅成分股，你要揾一只。不要說叫做純視頻股，大部分的視頻股的話，你除了嗨嗨騰訊之外的話，可能還有，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找一隻的視頻的代表的話，我相信1024都有。但是恆指呢，其實公司是很有趣的。當然即我不評論太多，因為對於他恆指的額頭，他 research 額頭叫即是黃先生都有一點交情，但是呢恆指公司呢，他們會有一件事的考慮，就是說我不是考慮它的市值，我不是說純於它那個行業的地位而是考慮，我純於就是說它那件事我可不可以體現到，就是說喂 在香港的指數或者大中華的行業的表現的話，它是有相對於就是說比較突出一點。我不看這隻快手，中金的 report J 緊另外一隻呢，我覺得是比較即是雙湯了，你是不是對就是雙湯就是雙湯滬港通，昨天講了喂今天好啊，升回 10% 走啊走是要的，即是他那個回購是有些叫做出口術，是啊，即是當然一件事，如果你口技那麼厲害，即你不如擺回去做自己的實業那裡先，是不是啊。剛才說回就是說中金的 report 的話，它另外FF 一隻股票就是紫金2899這樣，我覺得紫金是有這樣的可能的。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紫金其實呢它現在叫做不是說低位然後納入它，但是它本身呢最近這幾年的那些 M&A 呢是都是做得很 aggressive 的，我覺得是有機會哇 J 一點就是紫金的，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1024大不大於紫金，我覺得1024即入的機會比較大過紫金的。大家可以看看啦，這一類資源類股份其實我覺得低位可能都會數的，因為你有時候看到恆指季檢那個新舊選取呢，其實 都真的有在這裡，即有時候買一些舊的東西，即是等於316嘛，你怎麼估到而已，是不是先跟著它又會有些內房的，有隻960的這樣，這些都是考量之列啦。那不如這樣，等我和 Ivan 喝一杯咖啡，轉過頭回來財爾雄盛答答觀眾朋友問題啦，問一下一916啦，龍源電力啦，每次大升咧都跟唔上喎，點睇呢一隻916咧？咁啊，轉個頭咧，等 Ivan 咧一次過咧幫大家分析一下啦，唔該曬。你係咪成手都係蟹貨？哎呀，係咪坐咗好耐都未翻到家鄉啊？係咪人哋賺緊錢嘅時候，你就得個坐字？點樣快人一步？蟹貨鬆綁呢，8月3日有蟹貨自救班，蟹貨人士怎樣製造現金收入呢？這個秘技即將會大公開， Trader K 到時你會分享些什麼啊？手頭上有隻蟹，好像大家的蟹貨一樣，其實未死的，只要一鬆綁的話，活力就回來了。那在這個班裡面就講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既然不蟹都蟹了，為什麼不想想方法怎樣每個月變錢呢？其實蟹貨可以揸汁機一樣，少就每個月變幾千，多咧就可能過萬嘅咯。另外就係講下下一次買入時機點樣可以咧避免蟹貨啦。聽講你到時仲會手把手教我哋落單點樣搞掂啲蟹貨喎。呢個梗係啦，聽聞咧你只 Apple 都好似擳住咗喎。係啊，所以到時咧我都會陪大家一齊上堂嘅，到時等你打夠喎 K 哥。好，咁啊蟹貨鬆綁一招搞掂，記得報名啦。係。我都是問題終結者嚟
第一次做傻散的由來是我要使不使出來在美國讀完書回來那時候是2008年買了一隻什麼呢買了一隻3800真的是的因為點解咧？嗰陣時第一就係、是、就好中意睇古仔嘅。我諗大家就而家轉咗網上平台啦。嗰陣時都係睇嗰啲雜誌咧，街邊咁啊，20蚊一本咁樣買翻嚟睇。咦係喎，啲、太陽能真係主宰未來嘅世界嘅。咁啊覺得誒、個古仔 sell 到我。2007年上啊，咁啊彈咗上去之後咧，其實都炒一陣。咁啊當然啦，作為一個傻散，後尾都係坐咗嘅，冇擺咗喺度，即係擺咗一段頗長嘅時間，直頭好似我諗我而家 check 翻啲倉咧，都應該坐喺度。咁啊，未 Google 擺咗喺度，我諗應該係有幾隻㗎，即係例如300一隻啦，74一隻啦，即係鬱光，擺完之後就擺咗喺度，咁都應該輸到攤攤腰㗎啦。鬱光好似做停緊牌。咁呢個就係傻散嘅經歷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Ursula， 今日嚟到搞搞震系列嘅胡說八道一分鐘。呢、這個個名叫咩？其實我都唔知咩嚟嘅，佢哋叫我亂噏一分鐘。而家咧我就抽一個問題，哇，好緊張喎、啊！佢哋真係唔知咩問題，唔會太尖鋭嘅嗬。最睇好同最睇衰嘅股票，哇！哇！我唔敢亂講大家都知道我係大家都知道我係有 Up TV 燈神嘅稱號。我最睇衰，我呢排最睇衰一定係3800噶啦，都成日都講噶啦。唔好買啊！大家千祈唔好跟我啊！千祈我唔希望佢，我唔希望佢升噶我。嗱，其實都合理嘅，我反向噶嘛，佢升係啱嘅。咁我睇佢跌，佢跌我都係啱嘅，點我都係啱噶啦。我諗美國嘅中概股認真，美國中概股嘅睇好啦。尤其是滴滴啊，都退市了，仲有咩好睇啫？系咪先？一定是好嘢嚟，记住睇 Up TV。好，繼續翻嚟財經通情啊！同大家睇睇股份先，睇下只916啦。咁頭先都話，喂，龍源電力今日升 1.3%， 次次升都唔跟，咁點解啊？咁通常大家睇916咧，就會撳埋只2380啦。人哋2380高位徘徊緊咧，916咧不斷沉底，唔係講啲 ESG 啊，又話講啲環保概念啊，風能唔係環保能源啊，咁但係真係跟唔到喎，咁啊點解咧？咁啊有冇機會追落後咧？916我哋通常都睇，或者相對應就係太陽能板塊或者風力電咧嗰啲嘅股票咧，你要睇補貼點樣下發。如果你補貼咧，即係一樣嘢就係、是，喂，我越做越蝕啊！你補貼都會跟唔足啊，俾唔足我的話咧，其實佢相對於就係話你虧損嘅狀況或者虧損嘅未來嘅情況，有機會加劇嘅。咁啊，你有陣時要睇一樣嘢就係、是，大陸嘅一啲嘅措施點對於啲嘅風力發電股的話咧，個補貼咧會加大。如果唔係的話咧，就相對於真係會跑輸個市咯。我覺得就。916你未必要掂呢隻股票啦，如果冇貨的話嚇，咁、我覺得就你買電力股咧，通常我都係講一句，就係話你買啲派息好啲，你買啲不水持有多啲，邊只咧1071，你冇得拗嘅，即係1071呢隻股票咧，你自己都睇一樣嘢，佢不水持有大概30%，咁同埋佢派息咧，講緊都喂。十厘啦，大佬，係咪？真係勁啊！即係如果你話1071啊，係唔你唔係你嘅味道，你諗邊只咧？嗱，836啊，2380，我覺得係有少少保留嘅嚇。點解咧？836咧有陣時候，你相對於翻成個嘅電力板塊咧，係跑輸少少。咁但係你1071唔係啊嘛，喂，頂即唔好意思啊，即係有啲操作就係即係佢一棍上，再煤一煤，然之後再一棍上，即係你冇得同佢拗氣啊。所以你買電力股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咯，呢啲嘢趨勢。縮少少俾大家睇啦，依家咪挑戰緊個3.47咯，其實就係、是。係啦，個高位咯，同埋本身華電一樣嘢，以前我哋講緊有一隻股票叫華電復生，私有化咗，即係本身阿媽。
如果你話將新能源呢個概念點樣同1071再 crossover 的話咧，呢、這個係有得追下嘅呢、這個。嗯，咁啊，大家去睇下啦。902又 O 唔 OK 啦？902差少少。我哋成日講電力股都好，或者做電力呢個行業都好咧。電力個價格咧係你會牽涉到國務院或者中央嘅神經。嗯。啊、如果你話電力價格咧一日都係唔提升，或者冇一個電力價格嘅改革的話咧，其實係相對於會落後少少嘅。咁、嗯、啊，所以就902係。會比較差少少的原因都是咁嘅原因咯。嗯，咁啊可以睇睇啊，咁啊睇睇3347啊嚇，咁啊觀眾話或者泰格醫藥咁啊質地都真係唔差噶啦。咁不過你話近排咧呢一類醫藥股咧就1801啦，就做好少少啦，起碼只係原地抽升269啦。亦都比較好睇少少，咁但係咧觀眾就可能捱緊價，就講緊只3347只泰格96.1有貨，點算咧？依家距離個買入價就爭6蚊到，今日有得升嘅，升2.4%。咁啊 ，Ivan 你點睇啊？繼續持有啦，但係穿800蚊你要走咯嚇、即係如果你話穿800蚊嘅位置都係之前一啲我哋講緊係嘅底部嘅密集區啦。係。咁但係如果你話96.1持有嘅，你自己目標睇。在大概108呢啲水位先啦嚇，咁、有時候你講緊醫藥股又好，其他相對於就係 CRO 有 CXO 有，其實係呢排係表現非常之靚嘅。但係你話表現非常之靚的話咧，即係就算你話係咪有國家政策，我唔睇呢樣嘢，我睇一樣嘢就係咩咧？下半年如果再做唔好呢啲板塊的話咧，你2-3年你。投行是很難 pitch 到這些 potential 的公司來香港上市，所以一定要做靚它，然後再打靚它的表現。我相信你就算看3347的話，目標108先。咁啊，希望真系翻到家鄉就有啲賺下錢啦，唔好隻隻股票都係諗住翻家鄉就走。你一走完，跟住就可能中個頭落去買錯嘢，又坐。係啊，其實好多散户都會遇上呢一個嘅問題，就係翻家鄉，翻完家鄉之後你點部署咧？係咪先？咁係咪翻家鄉嗰一口即刻要走咧？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比較 critical moment 啦。我自己覺得好啊。咁啊，觀眾朋友問呢一隻咧，問就2325。是不是走佬格咁樣？哇！今日都跌好多啦，咁係咪會陰啲跌翻落去啊？咁我唔知道你幾錢買入啦，老老實實呢一類嘅股份我亦都係少睇嘅，好老實講。咁但係 Ivan 你有咩指點下呢位觀眾朋友啊？個指點就係、我都唔知道落到幾多。嗱，一樣嘢就係咩咧？你睇個 market cap 咧，講緊而家大概都係90幾個位置。嗯。如果我作為一個即係操控呢只股票嘅莊家，我老鬼咧我都會同你頂住咧大概50億以上嘅位置。咁啊其實佢哋好叻嘅，嗱揾曬啲投行嚟即係由上市之後，喂我點樣出啲 report？ 我唔知嗰個 news bar 有冇啊，例如睇啲目標價係點啊啊嗱，如果冇的話咧，我哋自己都咁講就係話，喂睇呢只股票的話咧。好簡單，7月13日嗰陣時候，佢哋都話自己係發咗一個類似咁嘅 profit alert， 然之後哇，我賺幾多賺幾多，你唔升啊，或者之前升，你其實好簡單一樣嘢，佢哋嗰個財技嘅手法係非常之亮麗，即係你唔夠佢玩嘅，好簡單一句，你真係要去當係啲投機住啊，係要搏一搏啊。我覺得有機會使到11蚊都有機會嘅，唔係話佢之前升起上嚟，然之後就要回翻，唔係啊，佢純粹一樣嘅，你冇 buy 盤，你冇 sell 盤，你都估唔到，係咪？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如果我講緊11蚊的話，咁我都係要再即係要養多個盤出嚟噶嘛，然之後再殺多一注噶嘛嚇，咁我覺得11蚊搏翻上14蚊都 OK， 但係殺落去嗰、那個。意欲是大很多啦，唔好搏啦呢啲股。系啊，真系比較危險少少啊，失守咗20天線咁啊，即系大家未必係買入嘅好機會啦。好，轉個角度繼續講下啲航運嘢先，咁啊，1308啦嘅只海豐國際啊，原底抽升喎，呢、這個真係完整地做到。不過對於7月呢一日嗰棍跌落嚟。都幾陰功下，有冇機會上翻去29蚊樓上咧？嗱，觀眾朋友咧就30蚊持有嘅，咩位好走咧？有問過，我好似有印象啊。係係，觀眾朋友，30蚊持有，即係如果你話依家我輸緊10%咁樣，咩價位走？咁嗱，我覺得兩個策略嘅，第一個策略就係咩咧？
股份是強勢的，股份的強勢意思是由7月份開始打上來，其實來說我相信它是跑贏了即是1919啊，或者我們說、其他2343的股票，但是如果你說落回25元你自己補回一注，即是我扣回一注、就打和點我當27元半、27元半到時候有沒有機會再上回，有機會、但是如果一路繼續上你30元是不是 level 走呢，其實是 level 走的、即我覺得一件事30元也是之前一些阻力位，我覺得你這隻股票你的操作就很簡單，你留意住兩個位置，剛才我說25元你自己有一注的你可以補一補扣一扣它、但如果你說、一路扶搖直上你說 上到30元你自己 level 走了先。觀眾朋友就說1929、就是周大福今日幾醒神，15元有貨，上望幾多咁樣咁啊？係啊，同埋都係緊緊賺緊兩毫子咯。不過得唔得咧？大家咪睇到係叫做疫情放緩咧，我又睇唔到有咁嘅跡象，同埋 in between 金價都回少少嘅，即係可能都係啲大宗商品有價金價全部都回。咁對於周大福個生意係有影響定還是點咧？同埋你真係唔通關咧，又真係禮計啲。你都知啲內地民眾好中意落嚟喺香港掃金，始終佢哋都仲有嗰下就係唔信大陸啲撈，唔信大陸啲金，唔信大陸啲 LV 咁樣。咁佢哋唔信啫，我信噶，不過我唔會上買啫咁樣。好啦，咁啊 ，Ivan， 你點睇咧？1929嗱，我相信即如果你話受惠金價回落少少咧，我覺得係睇好嘅。但係有陣時候咧，即我哋兩位即麻甩仔啦，有陣時候我哋唔係睇金噶嘛，睇呢啲嘢，喂睇標噶嘛。但係我係好心傷嘅，即係心傷一樣嘢，哇！只跌啦，依家係咁跌啦，只白地。即係哇，穿27啊！我記得上年六月嗰陣時都講緊26嘅，今年係二月嗰陣時候咧38，即係你就算息緊輕嘅話，我覺得35都放到出街。係啊，咁但係當然咧，瑞朗跌咗啊嘛，咁啊，然之後呢啲相對都跌咗啦。即係我覺得，如果瑞朗跌咗又好，或者啲金跌咗的話，其實係大家係有個意欲咧去買翻。但係我哋睇周大福。不可以話全部看翻係香港嘅盤市，睇乜嘢？內地嘅電商嘅，咁你內地嘅電商，我相信就內地嘅一啲嘅消費者係會有咁嘅意欲去買。但係當然一樣嘢啦，如果你15元有貨，你上望幾多咧？即係講翻啲實際嘢。我相信有機會17嘅。你始終下半年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即係會唔會話內地嗰方面咧，其實。動態清零的政策是會繼續持續，但是我覺得他們不會收緊得太多，我覺得有望是其實利用好本身一些消費股。我估是這樣意啊，動態清零，即係佢大陸咧嗰啲口風咧講咗出嚟咧，佢又唔想自己即係今日的我打昨日的我，但係咧口號上咧佢唔會打，但係佢自己操作上就好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嘛，呢個好啦，講講下中國女足1-0添，係咩真係㗎？啊，係啦，中國女足1-0，1-0啦已經，係咯，贏緊，係啊，贏緊台灣啊，台灣，中國台北女足，國共內戰啊，國共內戰，哎呀，係啊，不過冇即場，係呢場馬會冇即場，冇即場，咁啊睇少一場，睇少一場啦，睇翻中國對南韓，一陣先啦，臨尾五分鐘講多少少啊，咁啊 ，OK， 咁啊睇下只215。217，sorry 啊，唔好意思，撳錯掣，係淡仔，喂，淡仔好似幾好喎，我覺得，你覺得買唔買得過咧？淡仔現價位，淡仔現價可以換啲，換啲係嘛？換啲嘅啫，換啲係嘛？但係有時候你換住嚟贏咯，係啊，所以換住嚟贏嘅意思，即係特別我哋對於一啲嘅餐飲股咧，有陣時候咧，年頭咧好多時，喂，大家咧。即係有咁赤裸得咁赤裸，有咁衰講得咁衰，所以咩有咁赤裸講講咁赤裸咧？喂，大佬，我成年21年，我都係因為好多時疫情嘅關係，咁我係會虧損幾多，所以佢哋赤裸都會講，係為咗啲乜嘢咧？就係為咗22年有機會有啲buffer會加價，因為佢年頭已經講咗，佢加價。不多啊，2%。但是我哋2%覺得，喂，你的士啊，都應該加 over 10% 啦，係咪？即其實係有陣時候留翻個 buffer， 佢再講會唔會下半年再加價？咁但係一樣嘢就係你淡仔嘅一個叫做咩咧？我哋成日都講，你個定價策略都好，expansion 嘅策略都好，有陣時候即係睇管理層會有啲自願更新咯。如果有自願更新的話，其實有機會再落鑊再炒一炒咯。咁我覺得你又可以買少少換住嚟贏咯呢只股票。唉，又要鬧下的士。
即係近排都多咗啲搭的士啦，咁佢加價嘅。其實我成日都唔明啦，有的士加價咧，佢仲要對個表啊。你過曬行，過曬立法會，過曬行會，你加價要申請三個月、半年。咁你有咩理由係？係咯。咁你又要對個表，跟住個阿叔咧又睇唔到，又盲。咪盲啊，弱視啊，都睇唔到，又搞好耐，係咪先？跟住又咁樣，係啦，又咁樣，又呢樣，又嗰樣，唉，真係跟住叫好似我以前僆仔睇一時咧嗰啲咁樣，叫佢裝八達通機又唔裝八達通機，跟住咧，唉，我真係對的士呢個產物好有，跟住又鬧 Uber， 話 Uber 咩啊，爭一日搶佢二千幾萬生意。咁啲税咪好和味咯？點解唔報下税咧？的士司係咯係咯，咁搞笑喎！原來我好中意報税嗱，我真係我提我話，我收唔到税表，我都會打俾税局講。梗係啦，我好中意交税，然之後税局嗰條友都笑鬼我，我唔知笑乜嘢。係啊，真係要交税㗎，我哋做人係咪先？你唔交税做唔到 mortgage， 想買樓都買唔到啊，係咪先？好啦，咁啊，轉個角度講下只天立教育啦，1773咁啊，世界少少都講下咁啊，sorry， 天立國際，唔好意思啊，睇錯咗。咁啊，哇，呢啲世界股點睇㗎？其實一個一有貨喎，咁樣咁呢啲係哇，呢啲你唔係即係我明大家點解會炒呢一類股票，我好明啊。因為你真係好悶，好悶，好悶，我明嘅。唔通我真係買騰訊牛仔，女足又冇職場俾你買，係啦，我都知道明嘅，明嘅。但係呢啲點我麻麻地啊，咁細呢啲係咪先？一係夾上，一係夾升，一係夾瓜。夾瓜咗你唔好問點解咯。你點睇啊？嗱，我都係嗰句嘢，有貨點睇都要答翻佢。係係係。嗱，答翻佢嘅意思就係話，你睇翻北水牌咯。其實北水牌，你唔好以為。一定是啊！啲國內投資者，我好有興趣或者好了解呢間公司，然之後買一隻股票，多數北水都是攞嚟叫做托住嗰個價，然之後再上多一層嘅。跟住即係我覺得，如果1蚊有貨 10% 咯，1蚊打咗佢咯，即係穿1蚊打咗佢。咁但係你自己望上面係乜嘢咧？你自己望高少少，毫半至一價，即係講緊係1蚊一嘅話，你按 top 加上1蚊二半咯，1蚊二半之後1蚊四咯，咁樣一步一步咁望上去。啊、你講得幾好啊 ，Ivan！ 即係關於啲世界股嘅操作，我自己咧就即係好少睇，同埋即係世界股，我舊時真係細個嘅時候就玩啲世界股啦，因為貪平啊嘛。咁但係都捉招咗好耐，同埋有陣時候你走避不及，係走避不及。當然你啲錢如果閒錢嘅冇乜所謂。如果個莊可以殺得好快，係啊！啲沽盤咧。你都沽深兩格咧，佢都唔俾你走，你要沽深四格先走。冇錯，冇錯。所以呢個就係一啲 technique 咧，我會覺得，即係你玩得你預咗啊，其實即係你冇得話我玩呢啲預咗，即係當騰訊咁操，其實就唔係咯。咁啊，睇埋只362中國天發共咁啊，哇！呢啲又係好你冇辦法，依家個市場就係、是。就係睇下呢啲股咯，即係可能你睇，哇！即係升嘅 percentage 係邊只，你又跟上天梯咁樣，你睇下得唔得？唔得啊，走先，輸幾格咁樣咯，係咪咁玩咧？咁睇咯，係嘛？嚇，即係係嘅，即係有時你都睇資金流嘅。嗱、我哋唔好話睇佢啲 news， 話之前可能佢發個 CB 或者係發一啲嘅債券，跟住佢個行使價係幾多錢，我哋未必需要講住，因為。就算你一毫子的話，其實你未必話咁容易上翻去。但係我哋都係講句就係、是，你炒得啲世界股好睇資金流嘅啫。我哋唔會話世界股，然之後 po 只RSI 去到差唔多30，我哋走去買，唔會噶嘛，係咪？你睇資金流嘅啫。嗱，你就算唔睇362咧，即係我覺得如果362現價可唔可以買搭翻先啊？落翻少少先啦。即係我覺得去翻36啊、37你先睇啦。Colin 另外一隻股票我好中意就係只707嘅，因為我成日都。即係有時候我都會同阿 Colin 講咧，就係因為707阿姨啊嘛，係阿 Sir 阿姨係嘛，係嘛，阿 Sir 阿姨係啊，係咪 Colin？ 係，我忍咗佢咁講，唔係即係有陣時候你都要咁睇，就係你睇資金流嘅啫。嗱，你係個莊又好，或者係排個盤，你覺得哇？死唔去嘅喎，咦32有八波半貨喎，永恆嘅意思就係咁啦，係啦，但係你擺得個盤落去，係啦，你未必係完全永恆，你擺得個盤落去真係要買嘅嘛，你係可以縮佢嘅嘛個盤，咁啊所以就搭翻轉頭咯，你好嘢好嘢，362落翻少少先啦，3536你投機住咯，你少少去買咯。
好咁啊，我睇咗一隻叫今日出業績嘅，應該3918係咪？今屆啦，今屆係啊，呢個即係做賭場，係啊，賭場啦，咁啊，今日8.5% 啊，咁最新派息有冇得睇下啦？咁樣都睇到，有啲派中期息嘅喎，咁啊，未先要古代息咁樣咁啊，睇下有冇想法啦。我覺得去到呢啲都係明顯阻力位嚟嘅，但係突破咗個阻力呢啲就又係另一個天堂嚟，又係一個天堂嚟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懷念博頭先嗰啲零點幾幾嗰啲，不如我嗱我嘅取態係咁啫，我自己個人即係當一個財經節目主持或者即係寫下財經書有陣時寫下啲columnist 啦，你當係columnist 嘅一個。我就喜歡這一隻多些，即是你說那麼邊線那些我自己少玩，反而3918就我覺得可以一試，但都是 用博彩的心態，正所謂博彩的心態下一句是什麼，博彩要有節制嘛，是不是，那要不就戒到熱線1833183的，這些很熟，這些很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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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怕我身邊的朋友有問題，喂會有場球會賽，布里斯班斯考對阿善東維拉，冇得睇喎，又冇得睇嘅。我發覺咧，佢又偶然有得睇，又偶然冇得睇喎。可能擺曬啲 effort 落去。中國係啊，對南韓。韓仔。喂，南韓係咪有孫興文啊？會有啲。琴日咧，我睇翻香港隊咧，被輸6粒嘅。哦，係啊。咁啊慘嘅，其實因為日本都強陣嘅。世界盃啊嘛，橫濱水手有主力啊，有協品泰斗啊嗰啲啦，即係有好多勁人啊。平時睇咗 JD， 你知道全部都係啲勁人。咁但係香港又得翻阿佳佳啦，安永佳啦，佳佳都細一嘢，幾靚仔我覺得佢。原來阿謝咩啊？佢我香港隊個隊長原來都係鬼佬嚟喎，鄭家強係鄭家強，原來你以為？他都是有英文名喎，阿桑咁樣，都係外國人，係咯。其實我哋幾好啊，咁多外國人踢香港隊，係咪先？幾五光十色啊，係啊係啊，幾好幾好，又有王威，係咪先？係啊，幾好嘅。好啦，咁啊，中國對南韓呢一場波你點睇咧？最後3分鐘時間，一定係精神支持中國隊。係啊，你感情支持咧，你唔好問我。係啊，係啊，即係下個禮拜先同你講。喂，三球喎，個盤揚到好深。係啊，點買啊？點買？就咁買咯，就咁買。買嘅。喂，三球養唔養得起南韓？嗱，不如咁講啦 ，critical 啲，正確啲咁講，我覺得係養得起嘅。係。因為今次嚟講，國足係以一個年青球員，我哋叫有恥啊嘛。係啊。擺啲有恥落去嘛，其實係好事嚟嘅。係啊。即係學下嘢咯。喂，講真，有時盲拳咩打死老師傅啊嘛。係。咩都得噶嘛。嗯。嗱，我好支持國足嘅，講真。任何一切嘅嘢都會支持。係。OK。所以就我國足有邊個球員？我唔知冇女嚟唔嚟，但係有邊個球員？係啦，外流嗰班咧啊，就未必會嚟噶啦。外流嗰班有時都話屋企巴西嗰度屋企有事。喂，大佬你歸化咗㗎？歸化兵嚟啊！你歸化兵，唔係因為許生唔俾錢你，然之後唔過嚟踢波啊？係咪浩克啊？浩克係咪歸化咗？有個浩克噶嘛，侯克啊嘛，嗰個幾好噶喎，大大隻隻嗰個。我哋都有個歸化咗㗎。大俊偉啊嘛，大俊偉歸化喺大陸，唔係其實同一個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國家係啊，即係歸化咗另外一個省市咯，可能係咯係咪？唉，我唔識啊，我冇所謂嘅，我冇所謂。都話養三球養唔養得起啊？養得起，養得起，養得起，係啊，養得起啊嘛，即係上盤咯咁樣。上盤嘅，上盤嘅，我都係上盤嘅，係咁啊，大家。但係精神支持中國係嘛？中國贏我精神又開心係咪嚇？即係南韓贏嘅，我自己袋少少錢，我可以 cover 翻中國輸啊嘛。係，我覺得半場咧，可能大陸都守得住嘅半場。即係輸一兩球到咯，但係我估全場咧冇計，你南韓嗰個訓練體制咧係好 core 嘅，即係好 core 嘅，即係意思係你嗰個體能個 training 模式同內地係有啲唔同嘅，所以好好氣好力。你見孫興文點解佢唔係淨係踢波技巧勁啊？佢係體能拍得住外國人，呢個係佢從來南韓去訓練嗰個體能模式係同中國有啲唔同。所以 that's why 就即係睇下個上盤開唔開得出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多謝我嘅嘉賓啦，周國華先生 Ivan，thank you， 拜拜。